睇睇先啦，呢個第七課嘅第二份啊。好啦，我哋揾翻啲基本公式先，cos A 加 B 係真得，唔係係 cos cos 係跟住減 sin sin， 咁呢個係重重疊疊㗎嚇 ，cos 係重重疊疊。個 AB 跟翻個次序啊，好啦，減咧就變咗加呢度，好啦，到李家時 sin A 加 B 咧，你可以咁記㗎Amanda， 你 cos 就 cos 行線 ，sin 咧都係 sin 行線，不過用頂針咯。好，你講啦。sin A cos B 加 cos A sin。係。sin cos sin sin。咁呢個咧，如果減嘅話，就你唔減，呢個叫頂針啊。好啦，咁 tangent 咧？聽完我反而我即係記嗰記嘢嚟熄翻嗰盞燈啦。阿 Vince 上面就 tangent A 加 B， 下面就一減 tangent A tangent B。咁你用咧個 sum root 啊 product root 嗰啲 concept 去睇咧，就易理解啲嘅。如果減咧，就會係 tangent， 唔好意思啊，呢度我寫錯咗，就 tangent A 上面係 difference。下面是 product， 一減 product。 但這六條式呢，你的 formula sheet 那裡會有 provide 埋的，不過呢如果你沒有了個 sense 去計算，其實很難說的，即是本身真的不會計到這些東西的。所以 我要求學生是這六條公式一定要第一步背了它先的，即是這六條公式重要過那個 sum double angle 和 triple angle 那些。好啦，咁我而家開始 derive 出去咯，好唔好啦？譬如 cos A 加 B， 如果 A 同個 B 係一樣嘅，呢度變咗 A 嘅話，嗱變咗 A 話，咁即係可以用呢條公式嘅咯，就變咗呢度咧，就變咗做 cos A cos A 即係 cos square A 咯，減 sin square A sin 咁樣嘅咯嘛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將個 sin square 咧變咗做一減。cosine square 咧，咁佢咧會有另外一個版本出咗嚟咧，就變咗兩個 cosine square a 減一，咁所以呢度我哋有第一條式，第二條式。好啦，同樣地，如果我將個 cosine square 變做一減 sin square 咧。我哋變咗咧就一減二 sin square。呢度嗰三條式就冇得比噶啦，你要背噶啦。咁呢三條式咧就 cos 嘅 double angle formula，cos angle 嘅 double angle formula，cos 嘅 double angle formula。好啦，到 sin 二 a 啦 ，sin 二 a 可以睇成 sin a，sin a 加 a 嘅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可以變咗係 sin a cos a。加另後面嗰嚿嘢TB 係咪都係一樣喎？係嘛？所以乘咗二。咁呢條咧係第三條。好啦 ，tangent 嗰條咧，嗱 tangent 嗰條咧就變咗係 tangent A 加 tangent B，tangent A 加 tangent B 一減，咁個 B 變咗 A 咯喎，咁呢個一減 tangent A tangent B 咧就 tangent A square 咯喎。所以二 tangent A over 一減 tangent square A 呢條係第三條式。好嗱，咁背呢啲式咧，我唔睇你而家即刻背咗佢啊。係要你好靈活咁樣記咗佢，因為佢實際上面考 DS 裏面咧就唔係 exactly 考你二 A 咁樣考嘅，唔係 exactly 二 A 咁考啊，可以點考咧？唔係嗱 ，cos 有三條一致嘅啦，點樣考咧？我由呢條開始講起啊。譬如我 sin 咧，可以係四 a 咁考嘅，四 a 係會等於二 sin 二 a cos 二 a。
咁樣考嘅。第一個，你今日都呢個阿 TBC 阿狂，阿狂淨係掛住阿邊個啫，係咪先？阿姨仔知嘅啦，已經，佢好開心啊先。好啦，睇下邊個肯踏出第一步啦。不過阿狂到屋企都唔俾佢就。好啦，咪姨仔唔俾我啦。好啦，但係如果有時可能會嘥 A 咁樣計。嗱，嘥 A 唔係將呢個寫嘅主項啊，嗱，唔係將呢嚿寫嘅主項啊，係當咗佢係 A 二乘以 A over 二咁睇啊，即係當呢個係二乘以 A over 二咁樣睇 double angle formula 啊，即係當佢咁樣睇啊，所以佢可以有條式咧二嘥 A over 二 cosine A over 二。好啦，呢兩條式可以伸延到去。cosine 嘅 double angle 同埋 tangent 嘅 double angle 可以伸延落去咁樣睇嘅。好，嗱呢個我講嗰啲 theory 嗰部分我講咗先，咁我而家咧就真係俾兩分鐘你記咗嗰個幾條式啦。再計。